先生你好，我们这不让停车。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啊？你觉得开这车的是一般人吗？你就这么跟我说话？这是我们规定。好，你这样啊，你给我贴罚单。不，你现在打电话就叫一个拖车把我车拖走去。这是你说的啊，你别后悔。拖呗，我就不吃。等会儿，谁让你把车停这儿的？你管的。这不让停车，知道吗？怎么的？开个不就完了吗？这过瘾。教练好。开始吧。我有点紧张。你不用紧张，你放心开。该紧张的呀，是那些路上走的人。大脚。教练，我是不是挺歪了？不能，肯定哪能挺歪啊，是这路啊修歪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这红灯你没过我理解啊，这绿灯你也没过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我喜欢的颜色。哎呦我的妈。你的海鲜汤，来，你给我过来，来，我点的是海鲜汤，海鲜呢？海鲜让我磨成粉，和在这个汤里了。那我点的雪碧呢？也磨成粉，和在汤里了。行，不吃了，买单。您一共消费51。你这是跟我扯呢吧？一共51，你给我1块。那50啊，让我磨成粉，和在那个硬币里。一会儿你砸开，好好找一找啊。碰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每次吵架你都不说话呀？要是我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指出来啊。这你说的，你刚刚你谁呢？你还敢指我？你飘了，你膨胀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我笑起来好看吗？你看起来好笑，啥意思？有喜感呗，别人拍这做头像，你拍这只能做表情包。为什么我看起来像一个笑话吗？那你虽然笑起来比我甜，但你偶起来更讨嫌，声带比我嗓门大，说话好像在吵架，其实如做事狠，你屁股雷下来我就变标本。我配置有那么大吗？睁眼说瞎话，真是没文化。看看你，眉毛少，嘴巴多，整个五官像鸟窝，眼睛小，鼻子大，每天看得我好尴尬。老婆，其实我们都没必要拿自己的脸说事，美的不突出，丑的也不别致，心的美才是真的美，心态好才是真的好。说的挺有道理的，那你知道矿泉水和我的口水有什么共同点吗？小样，答案就是都想让人尝一口。 Oh my god。你别笑。发工资了吧？发了。你是给我转账啊还是现金啊？现金。不过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从这个月开始，我的工资只能给你一半。因为我问过了，这叫婚后共有财产，我一半你一半。这个我也咨询了啊，你使点劲往这儿砸啊，别砸瘫了，砸瘫了你还得养我。我不打人。对溜。打人还犯法呢。对。干嘛呀？这也是我们的婚后共有财产，你一个我一个，我砸我那一个。我跟你闹着玩了，你傻老婆。我一个，不都是你的吗？好的，来热要不然下去。老婆，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一个打西瓜的视频啊？记得呀。现在有抖音粉丝私信我，看你能不能徒手掰苹果。好。
你要掰开了绝对给你点赞。来帮我掰个苹果吃一下。骂你啊，骂你干嘛？使劲的骂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看你越来越心烦，你不是长得丑又矮又胖，吃了睡就睡了，是你就是个黄脸婆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你看你。